9月9日，林俊杰加盟新东家后，将在12月推出全新专辑《新四大天王》，专辑重视程度更胜以往，力邀国际大师金手指、朗朗跨界合作。林俊杰此次和世界大师合作不免感到紧张，但两人合作十分愉快，在北京的拍摄现场， JJ 更是边唱边跳，活跃现场气氛。原来两人早在2003年就已经认识，林俊杰在一次欧洲行便与朗朗成为好友，两人在音乐上的追求终于使得他们有了合作的机会，拍摄现场两人更是打成一片，笑声不断。 JJ 还借机模仿朗朗的钢琴手势，逗得朗朗及现场人员大笑。 JJ 的流行风加入朗朗的古典风，相信此次 JJ 的新专辑一定会大受好评。我坐在二楼会议室。